可以弹回来的，就先试一下看一下。好，可以了。好，那就我们按下去，按下去，对准这个端口哈。这个是往下的啊，所以的话呢，这个针就要朝上，先水平的放进去啊，然后扶着这个仪器啊，先卡进去这样。先水平的放进去，然后呢，要把这个仪器扶稳，稍微用一点点力，因为它这个是可以借它这个牛角的力的，这样，然后听到咔嚓一声，啊，这样子就可以了。拿一下它这个卡扣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OK，那可以了，可以了。这个位置的话呢，因为我们这个是，哎呀，同时工作的。所以必须要足够的位置，留有足够的位置，然后也是一样，先平行的进去之后，啊，把它对准了，稍微用一点点阴力，哎呀，听到咯噔一声就可以了。就听到这个，按压住这两边的弹片，然后再用力辅助机箱用力，然后按把一它拔下，出来。对，按一下，向下的移动，按住这个，然后呢？就把它轻轻的拉出来就可以了。所有手柄的更换插拔一定要在断电的情况下才行。好，当我们收到这个机器，我们首先装好它的一些手柄和配件以后，我们首先要进行加水。那这里有一个溢水孔，就是水加满会从这个洞里流出来。然后这上面是一个加水孔，我们配的时候会配了一个漏斗，直接将漏斗接到这上面。然后，一定加水的时候一定要配纯净水啊，然后把这个机器加满水。当这个溢水孔漏水的时候，表示这个机器已经加满了。那么装满了以后，我们就直接把这个漏斗拔下来，然后把这个洞给，把这个溢水口的那个旋钮给它扭回去。平均大概半个月加一次水，然后一个月换一次水，根据你的使用频率，频率高的话可以10天加一次水。这个是红色的小船开关按钮，然后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后面这个界面啊，这个是1号手柄的插拔键，2号手柄那个插拔孔位置，然后这个是风扇，然后这是对应的1号手柄的一个过滤器。这个是2号手柄的过滤器，然后这个是1号手柄的调气阀，2号手柄的调气阀，这是冷冻的1号头，然后这个是负压滚轮的头，它们俩是共用一个过滤器和一个这个调节气压的一个旋钮的，所以调节气压的时候，不管是1号头的位置还是。负压头的那个滚，负压滚轮头就是维拉头的时候，我们都是通用这个旋钮来控制它的气压。顺时针、算时针转，它就是调大。然后这是加水孔，这是溢水孔，就加满了以后是从这里流出来。这个是就是那个排水孔。如果说我们需要更换水，就需要用通过这个旋钮把它排空啊。我们看一下界面啊。然后点击进入，我看到这个是冷冻头的一个界面，和这个是负压滚轮头的一个界面。然后这后台是一个设置，专门调那个冷冻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模式参数。我们也可以通过后台这个位置来设置。我们讲一下，这个是冷冻的时长，就看你这冷冻1号头，这2号头嘛，它的时间。然后这个是吸的秒数，这个是放气的秒数，然后这个是现在的实时温度，现实温度29.7度，然后这个是循环模式，我们可以自己手动设，也可以选择后台，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设置里，就这个位置里的一个模式，循环模式，看好，这是1号头、2号头，循环模式来调整，都可以的。然后我们需要在这里调节参数的话，点击它，它一闪一闪的时候，我们再通过加减来调节它的参数。我们这个机器呢，最大两个冷冻头可以同开的，可以看一下啊，两个冷冻头同开。这个是手柄，1号手柄的一个界面，可以看到，
这也是时间吸的时长，然后它现在的一个温度，还有吸的放气的一个时间，可以通过这也是一样点击对应的来加减，然后选择控制。好，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这个界面啊，它这里总共有两个冷冻头，我们最多可以接两个 手柄同时启动，那三个冷冻头呢都可以互插，插孔是通用的。然后这上面这个是时间，默认是10分钟，然后这个是吸的秒数是0.5秒，然后放气的秒数是0.2秒，然后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6.5度，然后这个是它的运转模式来的。那我们想要选择哪一个就点一下，它就忽闪忽闪的，然后这样上下来加减调节参数。然后这个是启动啊，这个对应的一号手柄它就工作了，然后这是二号手柄，启动它二号手柄就工作了，最大两个手柄可以同开的。那这边是急停开关，我们需要这样子旋转，这个旋转提示，然后仪器操作过程中出现问题的时候无法关机的时候需要旋转，这样机器就已经暂停了，然后再把这个旋钮稍微再转一转把它弹起来，然后机器可以正常启动。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那个负压滚轮头啊，可以看点击进去然后看一下啊，对应它的这个手柄就亮了。看一下这个是界面上的一个控制，这个时长我通过这上下来调整啊，然后这个是强度，这个是射频 IF 的强度，然后这个是吸的时间，可以看到啊，吸的时间，这个是放气的时间，然后这个是滚轴转向的转向，我们一般用第三个和第四个比较多，这种就顾名思义它这个是收紧向两边转的，然后推开就是相对来说是抚平皱纹的，这个是收紧的，集中滚轴转向集中。然后我们稍微看一下啊，这个手柄上也是有控制的，而手柄控制有一个激光的，通过左右来选择对应。OK， 我们看到这个位置 ，DIF 下面这个就是对应的瓦数，它就是激光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来加减啊。选择在它这个位置，然后来调整。OK， 我们的激光灯把它调到最大就可以了，没关系的。然后在界面上启动，来看。OK， 我的滚轴转了，还有我这个时间吸一秒，放0.2秒。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射频能量。然后我们这个吸力是靠后面刚刚说到的一号手柄这个位置旋钮来调整它的吸力强度，根据客户的一个适应强度来调整就行了。我们需要讲一下这个机器它这个 IF 啊，我们是配的是5兆的，所以它预热非常快。客户使用的时候可以从01开始来慢慢调整，不建议一开始把能量调很高啊，从01开始根据客户的一个能量强度来调整。吸的时候定点，放气的时候移到下一个位置。那稍后我们来演示一下。好，我们稍微来演示一下这个机器的操作啊。那我们现在有一个模特，然后这个模特根据它的一个部位的那个脂肪肥胖度来选择对应的探头。那这个模特呢比较苗条，我们就选择稍微小一点的。那我们选择这个中头，那这里有一块胶圈，然后选择一个中头小一点的尺寸来配。侧边有一个卡扣，好压住。然后模特身上我们需要放一个冷冻膜，给它稍微覆盖住。比如说我们做腹部啊，给它平铺开，这个选择对应的一个冷冻膜。OK， 我们界面参数，因为如果说你是客户是经常使用的话，我们可以能量调低一点；如果说不常使用，我们是能量尽量在零下5度以上。我们现在可以先从2度开始啊，
然后这个吸的吸放也是频率把它调低一点，然后启动探头。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现在是否有很好的吸住啊，大概一个部位做30分钟左右。可以把吸的时间吸力调强一点。吸的时间调稍微略强一点。根据询问客户的体验感，然后来调节参数。然后我们根据那个吸力强度，然后也可以搭配我们的一个绑带来使用，因为有些它用到后期啊，或者是它这个设置参数啊比较弱，它可能会固定不是很好。然后将绑带固定在体验者身下方。进行一个绑带固定，再启动仪器。大概定点操作一个30分钟左右。如果后期客户的那个体验那个适应的能力加强，可以逐渐增加它一个温度，冷冻温度，然后给它越调越低。可以试着尝试着-5度或者是-8度、10度。现在讲一下这个探头的一个操作。首先我们一般建议客户配一些高霜类的产品啊，比如说 IF 霜啊，或者是精油，但是霜类的话相对油分低一点，便于清洁，或者是穿塑身衣去做这个敷压滚轮头都可以。那我们先涂抹这个霜，你要操作哪个位置就均匀涂抹它这个高霜就可以了，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润滑作用。然后我们打开这个探头，然后需要讲一下，你根据客户的操作位置不同，它的能量参数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现在客户他是比较苗条的，那我们的射频，这个射频 IF 能量就调到01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吸力定在2秒，这个从01开始，然后吸是定在2秒或者是1秒都可以，然后吸的时候不动，放气的时候动，然后这个是集中，就是一个收紧作用，然后通过这个把这个，然后这个通过这个上下调整，然后把激光灯给打开。调到这个激光位置，把能量打到最强20瓦就可以了。好，我们操作一下啊，因为这里稍微绕一下手。对住客户的皮肤，控制它吸放的模式，吸时动，放气移动，吸的时候不动，放气移动，大概这样子操作，顺着它的整个线条把它集中，大概做一个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那个酒精还有湿酒精沾湿布，然后清洁干净就可以了。